自己 action。Hello， 女人我最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伟宁。我觉得人生中对我来讲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是“我都在”。最幸福的不是话，是一个拥抱，就是千言万语都在一个拥抱中。出道至今，我最想称赞自己，你做得很好了，你很棒。无法被取代的滋养是家人、亲情，然后温暖的力量对我来讲是什么都没有办法被取代的。因为我自己也很追求健康嘛，然后也是维持体态，所以自己最推荐的呢是五行蔬菜汤。就是里面有五种颜色的蔬菜，然后用排骨去炖，然后这个吃起来呢，因为是圆形食物，然后对身体也没有负担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夏天要到了，所以呢，常常有的时候，就是一颗酪梨，你把它切片之后铺在面包上面，然后加一点橄榄油跟红酒醋，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健康的一道菜。然后另外呢，我就是如果不要酪梨的话，其实就是沙拉，然后橄榄油跟红酒醋，然后我自己会加一点胡椒跟一点点盐巴，然后去有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很爱吃辣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怕生菜沙拉如果没有味道不够重的话，我会在这一道沙拉里面偷偷加一点点的墨西哥辣酱，这是我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就是私房料理啦。